小雅，嗯，明日去凤鸣楼，我陪你一起去吧。正好我也要找董少谷问资质。好啊。那今天就当是大家为我们践行了。顺便庆贺，我们玄奇山终于搞定了那帮想抢巫山的蠢货和传谣言的王八蛋。祝公子和唐姑娘一路顺风，一路顺风。哎呀，小爷，我终于能动了！哦，这么热闹，你们居然不叫我！你个死疯子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怎么敢吃我东西？阿雪，不得误会。给。李承曦，你怎么不给我吃啊？嗯，好，就不给你。这个蠢阿雪，小爷是客人，待会儿我再让人给你做。李承曦，你这人啊，哪哪都好，就是这强迫症有点烦人。你不喜欢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开玩笑的，你这样挺好的。公子，二公子，来一起跳舞啊！来啊，公子。我就不去了。哎呀，李承曦，去嘛，别小心一起来跳舞啊！来了来了。